的调查，张贤在乐活鱼集团是属于重要的核心成员，具有股东身份。金额大概是多少？这部分基于侦查不公开，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跟各位报告。那这个集团除了赌博之外，是否跟张春亮一样有涉及暴力讨债等不法形式？这部分我们还在深入追查中。那外传有很多博弈的集团总部都在七旗办公室，他们地点是不是也是在七旗？然后所有是不是所以跟警方也有认识？这部分因为基于侦查不公开，我们没有办法说明。那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触手，他买那个名车是目的是要炫富，还是说对保值的这个目的？对于集团他们购置车辆是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警方在这边没有办法判断。因为像张贤，他刚刚讲他在这个集团内啊，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？张贤目前我们据了解，他也是有参与集团的营运。他这个博弈网站经营大概多久？那货币的情况？这部分我们持续扩大追查中。那张贤在集团当中是负责什么样的角色？我刚刚有说明过了，他不仅是里面的核心成员，也是重要股东。也参与实际的运作，因此我们检方才会针对其后面的博弈集团予以一网打尽。对于后面从事非法的盈利，我们会一间一间的办；对于其同案共犯冯某，我们会一个一个抓；对于非法获利所购置的财产，我们就会全面依法来予查扣。这就是我们的决心。可以帮我们讲一下那个首脑四个跟包含干部是在什么地方落网？那他逃亡的期间是几天？这四个具体到案的嫌犯分别是在台中、台南、高雄等地落网。那是哪时候逃亡的？网页有关或者是重开吗？这部分的细节涉及侦查中的不公开资讯，我在这边没有办法回答。许姓主席跟张姓嫌犯，他们是怎么认识？威胁说这个博弈，这部分也是我们目前调查的重点，我们会持续深入追究。那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们，因为我们的其他还在就是侦查中这样，那比较不方便说明的部分，再麻烦大家谅解一下。那如果有说很重要的一些问题的话，那再麻烦我们私底下再询问队长嘛。那队长，我再请问一下，就是说以现在目前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，我们会以哪个方向下去做侦办？目前专案小组对于本案将朝向组织犯罪、洗钱防治法以及赌博罪深入就办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主嫌幕后组织，那这次首长去查后，具体是名人犯，传唤通知六名人犯，同时查扣四辆名车。分别有宾士、阿法、还有波奇。从以上可知，我们台中市警方对暴力犯罪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是：对同伙共犯一个一个抓，对衣物的场所一间一间扫，对犯罪所得全部查扣。这就是我们一贯秉持的。除恶务尽，斩草除根，严查旧办。所以，这段时间特别感谢台中市民当我们的后盾。我也向台中市民朋友保证，台中市警方绝对有能力保护台中市民的财产、生命安全。最后也要感谢。我媒体朋友给我们的这个机会，谢谢。